盘点四大名著，每人今昔对比照，个个都惊艳了时光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四大名著作为经典巨著，多年来一再被搬上电视荧屏，频频被翻拍，无论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都有自己的观众。但对于大多数观众，尤其是怀旧的来说，先入为主的更喜欢老版，虽然没有锦衣华服，没有富丽堂皇的背景，甚至没有高清版本，但丝毫不妨碍在观众心目中无可取代的位置。86版《西游记》，87版《红楼梦》，94版《三国演义》，98版《水浒传》，每个寒暑假偶尔还会在电视上重播，勾起那些年的光影记忆。一笑倾国，再笑倾城，在剧版的四大名著里，有着为数众多的美女形象。在那个没有 PS 的年代，女演员们靠着纯天然的美貌，成功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，成为那个年代荧屏上最美的一道风景线。岁月如梭，偷走了时间，也偷走了美貌，曾经美丽的她们如今还好吗？86版《西游记》《玉兔精》，李玲玉。86版《西游记》女儿国国王，朱琳。86版《西游记》观音，左大芬。86版《西游记》高小姐，魏惠丽。86版《西游记》白骨精，杨春霞。86版《西游记》天竺王后于红。87版《红楼梦》晴雯安雯。87版《红楼梦》王熙凤邓婕。87版《红楼梦》贾探春东方文英。94版《三国演义》貂蝉陈红。94版《三国演义》孙尚香赵月。94版《三国演义》甘夫人许帝。98版《水浒传》林娘子王京华。98版《水浒传》金翠莲于月仙。